六届104璀璨之星最终总决赛，历经三个多月的培训与评选过程，最终脱颖而出59位佼佼者，在总决赛现场一决胜负。评审阵容包括一零娱乐总经理陈婉若、美腿超模陈思璇、戏剧女神蔡淑珍、喜欢音乐总经理陈子红及旺旺中石集团总裁蔡少忠等。璀璨之星就像演艺圈的师大运，是一个选手比赛的场地，也堪称业界最强选秀。总冠军由男模组的台德混血 Simon 夺得，女模组冠军由邱怡慧获得，国民女孩组冠军由林采洁获得，演艺组冠军为西班牙、马来西亚混血的王俊。